善导大师给我们说了一句话。善导大师唐朝时候人，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。历代传说，他老人家是阿弥陀佛应化到世间来的。日本人很相信。日本人崇拜善导法师，比我们中国人超过太多了。中国人尊重善导大师的人不多。日本人非常尊重。你到日本去，每一个寺庙里看到善导大师的塑像。还有很多寺庙，那个招牌就叫善导寺。所以诸位看到善导寺，那就是净土宗的道场。是用善导大师的德号作为这个寺的名称。他老人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句话：西方世界四徒三辈九品，总在遇缘不同。这个话讲得好啊！我们如果要是相信这句话，懂得善导大师说这句话的意思，那就是说明你是四徒，往生到哪一徒，往生到什么品位，决定在你遇缘不相。我们今天遇到的缘非常殊胜。遇到无量寿经，遇到华严经，遇到大乘许许多多经论的教诲。这个缘太殊胜了。把四徒三辈九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我们也懂得。怎么成佛的，怎么成菩萨的，怎么成阿罗汉的，都搞得很清楚。这个语言不同啊。我们可以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到哪里去？功夫好的生长极光净土，次一等的生凡圣同居土。这就说明听经为什么很重要。听经的好处在哪里？帮助我们提升品位。而且是大幅度的提升。那在我们现前，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现在灾难很多。这个法门帮助你，无论什么严重的灾难，你的心地平安，你没有受到灾难丝毫影响，你心是平静的，不惊不怖没有恐怖你看看这个经教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心地安定，不受影响，
外面再大的灾难的时候，它都影响不了你。纵然在这个灾难当中死亡了，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。这一种殊胜的利益，其他法门里找不到啊！其他法门不是没有啊，那个功夫很难修成啊，净宗容易，只要你肯干，只要你肯放下，人人可以做得到。